别弄了，早就不行了。等会儿我修，先吃饭。就凭你，能修好？哎，我倒想起来了，你今年满17岁了，也该嫁人了。我们给你找了个好人家。怎么今天才告诉我？事儿多嘛，忘了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你现在成人了，能嫁赶紧嫁了，不然过两年就没人要你了。我还不不什么不？你不嫁呀？你女娃娃家你不嫁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事儿没得商量，已经定了，就后天。这个导演很偏心呐、啊，很偏心啊！他说怎么呢？嗯，我说他这一会儿给这个拍戏，给那个拍戏，啊，从头到尾电影拍完，他也没给我拍过戏，知道吗？我说他很偏心嘛，他不管我嘛、嗯。啊，因为你省心了，你已经到位了。后来导演说，孙老师您可真不能挑我这个问题，就因为您那个哪一看哪儿都过关，哪儿都比我想的还要好，那我怎么给您排？不需要。可是他们呢就不行，他们就达不到我想要的，我就得给他们下功夫，就得给他们去说去抠，所以这个的话就是，就后来演电影这个这种感觉，这说不客气的话，的确就是有一点那个。骨子里的潜在的那个天分，对对对，这个细胞出来了，不然的话，真的，你看原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哈，就是说现在的话呢，以前看电影看个热闹，那现在看电影呢，看个行当，就不一样，第一我看剧情。第二看演员到位不到位的演出，甚至于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，所有的角色，所有的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细节，演的到位不到位，就变成一目了然。对对对，因为你经历过体验过，对，那就变成演的好的那个戏份到的，知道吗？那我是真给他挑大拇哥，真的佩服。你看那个谁，那个王志文的戏啊，陈道明的戏啊，对吧？陈宝国的戏，他们那个戏真的是很到位。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一点也不多，一点也不少，该给到你哪儿就给到你哪儿。可是除此以外，那其他的一些年轻的演员呢、知道吗？就是哎，甚至于就是说。总之吧，就是基本上很多演员都是属于那种，你看他的戏，你在那着急，对，你就觉得这个现在你此时此景，你处在这个位置，你的身份地位，你的性格等等等等，一切综合起来，柔和起来，你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表演表现，不符合，对，不到位。老百姓看热闹，我们看就心里感觉很别扭。本来呢，我是说，哦，不，就不当回事儿，不演就不演。那个，可是呢，后来就觉得，
好像你说我不演吧哈，给他们烂演，我就觉得妈不行，还是我演吧。要对，不要让这个市场给哎，就是说就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，就觉得，哎呀，我看好多戏的话，我不演，别人演，当然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但是的话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浪费人家作品了。越来越就信心越来越足了。哎，对，我就正处于刚才你前面说的那个阶段啊，所以阶段就那个就演不出来嘛。然后所以那个 Andy 哥，就是我的那个学习的对象榜样。没有，因为哈，就是好多那个年轻演员也都问过我，那个包括像什么孙琦他们都问过，就说，哎，这个怎么入戏？你知道吗？作为一个演员怎么入戏？我说你要去单独去想怎么入戏，你容颜也入不了戏。知道吗？你时时刻刻当你接到这个角色以后，对吧，我这个说就有点乱讲了，我完全是个人体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本身真的不会讲，我是没有学过正规的这个电影表演，但这个我没有上过，没有上过这个方面的学校去专门去学，但是我知道，一个演员如果想进入角色，如果演得逼真，演得像，那还不是，那就是说，你永远不能想着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在进到片场，你想到的是那个角色，你演的那个角色他叫什么名字，对吧？是，我记得那个谁是跟我讲过，以前也说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当你进入这个角色的话，它有一个过程，什么过程？就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装进去，进了化妆间。等着化妆，这个时候全部要静下心来，不能再想前门了，是吧？别会想，哎，我那车放哪儿了？不行，知道吗？这时候你就想你要演的那个角色是什么，知道吗？等化好妆以后，你就开始，对吧？你这服装一换，就开始全部进入状态，这袖子一穿，知道吗？这就是你那个角色的，知道吗？这边还是 Andy。听明白了吗？OK， 全部变了。等这袖子穿进去也完了。你那 Andy 彻底就没了。OK， 你的言谈举止一切，就包括随便的闲聊，都是人物。你突然间你问我一个问题，但是我必须在我人物的状态下回答你，可能你会觉得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安迪突然这么说话，怎么突然这种反应哈？你不要惊奇，那就是我那个角色需要的状态。所以我如果我不是说配角的话，我不认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但是我会就比较轻松了。但是如果说这个戏要是我的领衔的这个这个部片子，我几乎就是在拍摄现场，不会出来，不会出状态，也就是通常我们知道中途我们会有很多休息啊，吃饭啊，换机位啊，休息啊，对吧？会导演通常会跟你讲，老师您休息五分钟，您请到那边去坐，都不出来，我不理他，我会还会在沙发上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那个状态，是一直在想，等一下我孙女回来，我是什么状态？我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不行了，病了，已经不认得他了。虽然人还在那支撑，但是已经就两眼就茫然了。所以那种茫然的状态，我不想出来。什么时候他机位都调好了，马上就可以，知道吗？马上就可以进入状态。马上导演一说，知道吗？Action， 咵，就又
根本就没有断开，就已经是了，就已经就始终在那状态里。所以就是这样拍出来的戏，从外观整体上看，比较连贯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当我们拍完这个戏以后，可能需要中途可能需要去补一下，个别地方补一下录音。对不对？可能那一段是在当时拍的时候不清楚。你有没有感觉到哈？反正我是有这种体会，就是说当你补这个录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哈，你不管怎么用心进入这个戏的角色状态，你那个声音出来跟原来的那个他放给你听的，都不一样，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是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的没在人物状态里，你说出来的只是录音配音，对，因为只是配的这句台词，因为没有配到感情进去，就好像你拍很多条很多个 take， 每一个 take 你那种的状态的情绪的高低都是有区别的，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要保持在一个状态里，对，不能出来的原因。你一旦出来重新进入，它就会有差别。是，那片子将来接出来以后呢，就会突然有一个跳，就从感觉上就感觉或者是能听得出来就是你，或者是状态，就感觉突然有个跳动的感觉，那就给人看着就不舒服。对，这是非常细微，但是我这个就是属于经验之谈了，因为根本就没正儿八经学过。这个我觉得最实际，理论当然。理论是其实是为了方便给想要学的人尽快的去了解到，但是你未必通过这个理论就能掌握到，你还是得通过实践。他们也是有方法，那叫方法嘛。对，有好多那个机构啊、公司啊什么的学校，他们也都是邀请我，希望我能去给他们上那个表演课。我说我可不行，我也没专业学过，我也不懂那些套路，知道吧？分享。后来有一个导演跟我讲，他说不，同我请您来，您不是说教普通的基础班，您是要教高级班的。我说那就更不行了。他说好，他说您这个水准已经到了那个水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属于可以帮我拍戏的，以导演的身份帮我拍戏的一个演员，对，有专门从电影学院毕业的，科班出身的学表演的，他们教那些基础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些套路，就按那套路去培训你，训练你，但是你这个是高级的，没有套路的，完全是，一针见血的，都是很真大师班，对，他说你是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我说再说吧，差不多有好两三个这样的机构，他们找我。反正你的总体状态都是一开始是别人看到你，然后你噔噔噔推推推，最后你不知道还是有一那个不得不要去，因为你确实人家看到了你的。我有一次哈，就是说，在朋友圈里哈，看到有一个导演。发一朋友圈，他说一个好演员，你知道吗？可能要经过几百次的试镜才会遇到一个好的适合自己的角色。我当时我就在想，我怎么不是？我怎么每次都完了以后你才能说？我当时我在想啊，我说这玩意导演真能忽悠人，骗外行了，经过几百次才能行，知道吗？后来完了以后，确实啊。后来我这么说的时候哈，结果就发现有几个好不错的好朋友啊，像王展他们，还有那谁什么，他们都后来都跟我说，他们说：“哎呦，孙老师，您在外边可别这么说。”我说：“怎么的？”他说：“您要这么说的话，显得您特别狂妄。”哎，我说：“我说的是事实啊。”就是那样，就是这样。我说我。我说我他们就找人导演一找我就去演戏，一找我就去演戏了，哪有那么多事情胡说八道的。他说我跟你讲，这个就他说您那个真的是就把人给气死了。不，他们就才跟我说嘛，他说您这个哈真的是特殊情况。他说你看我，别人要信你了，那都不要干了。他说你看我了吗？我跟你说实话，
我差不多试镜15到20次我才会接到一个角色。我说你也太夸张，他说真的，他说没有人像你这么运气，每一次都导演一眼就定，就把你也不是运气了，因为哈，我的确确确我是很少很少偶尔去试镜，嗯嗯，都是大部分时候都是人家推荐的，嗯嗯。那推荐，然后导演一看，哎，他就喜欢了。对，我也看到好多那角色，我觉得适合你，就啊，对对，推荐，是啊，很多是这样的情况嘛。嗯，所以我就说，有的时候你这个行业里哈，你真是哈，说容易也容易，说难也挺难的。对啊，对这个，但是我倒没觉得说多难，有多难，还真的没有。嗯，你是在享受的过程中。但是我只是说，我喜欢的角色，知道吗？嗯，还没有特别给劲儿。我希望下一个，可能6月份，6月份有一个古装戏。啊、哦，古装戏啊，哦、有6月份有一个古装戏、嗯，大概写那个清朝末年那个时代的。嗯、OK。啊，嗯，是演那个，一个就是。医生嘛，啊，那个大夫，中医的大夫，那在中国那时候是很有名的一个，嗯，然后跟那个从西方回来的，哦、那个留学回来的，哦、发生重、哦、那个哎中医西医，对、嗯，中医西医，嗯，他们在研究鼠疫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哦、哎，发生很大的碰撞，哦，而且这个片子的话呢，我一看那个。布局弄得挺大，嗯，那而且的话，我觉得我一看他那个角色的话，我说，哎呦，这个表演有一定的难度，嗯嗯嗯，表演有一定的难度，对、嗯，因为他几乎他同时给你一个题目的是，知道吗？让你惊恐恐惧，知道吗？内疚什么的，他就同时一下给你几个不同的状态情绪，嗯，让你在那一刹那间。体现出来，这个就比较难。Oh, OK， 没有，期待。我不知道那个本来他是一个，我看当时跟我联系的是一个外国人。嗯，我一看外国人，他说：“哎，找我有个角色是，啊，我说你老外你找我演中国戏，我说不演。”然后再一看呢，完了以后又是一大片的整个全都是英文。嗯，然后我就说。我说不那什么，我说不接这活，知道吗？你是越推越那个，别人越要。哎，结果后来你猜怎么着？嗯，那个导演忍不住了，嗯，啪就跟我要电话，嗯，知道吗？嗯，完之后他说或者我给你电话，你打电话给我也行，嗯，结果我一看哦。另外，他有时间要求。他说上个，上一个礼拜五就要把那个试镜的视频要发给他们，嗯，知道吗？然后的话，我说我根本没时间。你想上礼拜五我还在忙，嗯，对吧？我一直忙到现在。你看，对，来之前忙到今天上午来之前还在忙，所以我就不那什么。我一想啊，算了。可是他呢，就希望我能打电话给他。我一看。啊，这个导演那个名字像是中文，有中文的那个拼音，嗯，好交流、哎，然后我就打给他，我一打给他，他就说您那位啊，哦，我是 Andy， 哦，孙老师，嗯，哎，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个骗子哈，因为他有找我，但是我一看是外国人，我就没理他，嗯。他说：“对对对，而且的话，我说你们要提出的条件也很，我个人觉得很苛刻，一定要在什么礼拜五之前要把那个，哎呀，提交，那个对那个 audition 的那个骗子要提交过去，还要什么转换成什么什么什么文件。我说我老人家对这些电脑东西我不是那么明白呀，我说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，所以我不费那个劲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。”他说没关系，您现在不是跟我通话了吗？嗯，我告诉您，我可以跟那个 producer 讲，让他们，对您格外开恩，不干他们那个时间段走，
您什么时候有空，您什么时候帮我们做一个。嗯，啊，他说那个剧本我给您发过去，夸发过来了。我说你这全英文的，没关系，你看你这个角色是全中文的。哦，好好好好，行，他对，行，就他也来了，又骗你的估计。不，不是，后来完了以后，因为他在清末那个时期嘛，嗯，所以他很多讲的都是那种那个古文学的那个东西，那个枪，那个枪，哎，那个枪，哎，我说我有个疑问哈，你这个角色如果演的话，嗯，你是想要哪一种表演风格？嗯，一种是，戏剧表演风格，嗯，就是说带腔调的，嗯，一种是就是说，就是就是比较民众化的那种，嗯，啊，比较接地气的，嗯，这个自然表演的方法，嗯，看你想要哪一种。导演说：“哎，你说给那个听听。”我要说的话，就是之前我有拍过一部片子，那时候去拍那个戏法师，不是演那个戏法师的师傅吗，嗯？嗯，他就是老北京的那种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啊，那个那他那个徒弟也自己乱改良那些那个，嗯，戏法师的那个戏法内容手法，师傅就不干了啊，就问他啊：“你这还是咱老祖宗留下的戏法吗？”他说那个气口啊，嗯，知道吗？那个变化什么的，他就完全就一听就是，嗯，啊，老古董那个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我说你要哪一种？他说我两个都要，你能不能给我做？我说等着吧，嗯，我还没时间给他做。嗯，哎，但是我觉得我看他那剧本，我说哎，这个挺好。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片？他说我们这是一个独立片，嗯，知道吗？是有人那个赞助投资的，嗯。嗯，哦，我说那还挺有意思的，嗯，期待啊！你这每部片都值得期待。那个，咱那个孙老师，嗯，Andy 哥的那个故事是很多，我们得看看啊，大家听看这个视频的那个反馈，如果想多再听那个孙老师的故事呢，然后给我们那个说一下啊，你想听那个孙老师哪方面的事情，我们下回接着再找那个孙老师过来跟大家讲啊。那这次的话就非常感谢那个 Andy 哥，那个百忙之中啊，那我约你也是那个上周本来想约你的也是没空，对，那个时候今天也是刚刚还在拍广告，拍完马上过来，对，非常感谢大家来看，然后也感谢 Andy 哥来亲临现场给大家讲故事，主要是感谢你能给我提供这个机会，哎呀，这个一起讲故事跟大家聊天，嗯嗯，对，接着再聊啊，感如果谁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哎。多提供系列性的，对，哎，跟大家交流，嗯，也就是说，人嘛就这样，嗯，生活开心，嗯，有什么爱听的好玩的，对，是吧？大家坐在一起，一起分享，对对对对对，好的，来，嗯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感谢感谢，太精彩了。